有点放不下，情到深就丝丝牵挂，不知你是否能应答，一别多年你还好吗？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历历在目有多伤心，幸好还能遇见你，忘了结局，不到最后不放弃，两个人的故事结尾不一样的滋味，谁能左右对不对，两个人的开头很美，错过未必般配，也许是天生一对，也许是天生一对。我们两个根本不合适嘛，根本就没有比赛，更谈不上什么输赢。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会断了对你的念想，情场如战场，输了就是输了。其实叶小白早就赢了，我还傻了吧唧的自己在那闭门造车，我连他怎么赢的都不知道。我再强调一次，没有比赛。也不早了，今天小白不舒服，我得早点回去陪他了。走吧。你先走吧，我还想再坐一会儿。行吗？行，那我先走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工作呀。哎呀，厉害了！今天整个行业都知道管一鹤，今天和顶尖网红开会聊八卦，照片还要修图。一鹤，我看圈内都在传那个网红的合照，还有晚上跟周总他们饭局的照片。你也在吗？他们吃饭应酬，我当然不去了。那你晚上去哪儿了？老婆。嗯。今天我碰到赵金子了，他到现在还耿耿于怀，硕们没有跟他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乱想啊！我没有乱想，我就是在床上躺了一天，太无聊了，想问问你都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有意思了，这就是个笑话。一鹤，你妈今天又说起来要换房子的事情。他以为你有那钱。没事，我就跟他说，说新家具、新房子会有甲醛，而且住了身体不好，那他肯定不会换了。啊？嗯。我请不了婚假，不能陪你。最近呢，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好好养胎，好不好？嗯。嗯。你也别压力太大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嘛。要不我请个年假？
你就从浪山游到深圳，你是出国留学的，你长得咋没玩过的快艇啊？没有啊。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老缠着我妈，让我妈带我去海边玩。然后我妈就在我们家柱子上画了一根线，就这么高。我妈跟我说，等你长到那么大了，我就带你去海边玩。结果我还没长这么高呢，我妈就去世了。对不起啊。 没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所以后来我就发誓，我绝不来海边玩。那你现在怎么想通了？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儿，其实根本也不重要。我一直努力坚持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可以选嘛，深圳这么大，单身那么多，你这么好看，我怎么？你怎么？就，咱俩这种单身狗肯定不能一直单身吧，对吧？而且你不能因为一个几乎没发生的事情就否认你自己。啊。我干嘛要否认自己啊？人生还长，一切皆有可能。我就觉得。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哎呦，乖乖乖乖啊！咱们赶紧躺吧，躺下。咱们不能起来。你要多给他吃一点坚果啊，水果呀，啊，这方面的饮食。还有呢，就是小白这个孩子呢，其实应该多吃喝点牛奶，但他不喜欢喝牛奶，你就给他买一些香蕉，给他榨成那个奶昔给他喝啊。什么？你要取消婚假，提前回来？ 为什么呀？我太痛苦了，我妈走了，我婆婆现在变本加厉的看着我，电脑、手机一律不让我碰，还怕我躺在床上看书弄坏眼睛，天天看着我。要不是她去厕所了，我连电话都不能给你打呀。你再怎么样也是在床上休息啊。我还以为你变聪明了，知道先给公司一个下马威，然后立马请假避风头，谁知道聪明没两天智商又下降。 你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全公司上上下下都认为你是影响了所有女同志生育大计的坏人呢？我怎么就成坏人了我？我真的是搞不懂，生孩子还要排队吗？那我也不是故意的，谁能算到这种事啊？公司得努力维护女性的生育权利，对吧？这样才能让大家更安心的工作呀。算了，别人怎么想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是，你不用管。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敢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还对那些敢于争取的人呢，品头论足。姐，你不用在意他们说什么，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啊。哎呀，我的小祖宗！ 不是让你躺下吗？干嘛起来？干嘛坐起来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哎呦，一点都不听话！来来，啊，等，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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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慢点儿。哎呦，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说理还不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走啊！哎，不是，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是走了，你就算认怂了，像你爸、像我哥、像我们这群小伙伴，当众承认你是个 loser。是就是吧，我干嘛要在乎别人怎么想？你就瞎说，你怎么可能不在乎？而且你这么想，你在深圳这么大城市里，你也找到工作能养活自己了，这已经很厉害了呀。说的真励志，我都快感动了。你为了我，你也不能走啊！我这么好一个兄弟，是不是你舍得吗？而且你再想想，你要走了以后，你去香港、去大梅沙，是不是都不行了？而且咱们聊天、打游戏都只能在网上了，那咱都成网友了，你真就这么放弃深圳？也是啊。要不来一局？来一局！来来来来来来来，上线上线！哎，手机怎么卡了？真的确定不用我陪你上去啊？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好吧，不管发生什么事，哪怕是一丁点不舒服，就马上告诉我，马上通知我啊。嗯，放心吧。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嫁给管一鹤了，我怀孕了，给大家准备的喜糖一会儿给大家补上，你们给我们的祝福我也都已经收到了，谢谢大家的好意和关照，那我先去工作了。麦瑞姐，梅梅，你把新鹤的资料都整理一下跟我对接，我需要重新分配一下任务，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们上班时间聚集八卦。叶小白虽然怀孕了，但当一天和尚就装一天钟。好了，既然他人回来了，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
没什么好被另眼相待的，都去工作吧。 我听说伊布的叶小白瞒着所有人嫁给了管一鹤，现在孩子老公工作三丰，收入人生赢家。如今叶小白怀着孕，让她正常工作吧，出了点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给她点特殊照顾吧，其他人帮忙总会有人抱怨。尴尬的是，她刚转正就怀孕，马上要休产假，现在公司这么多项目，正是用人的时候。也是，听了半天，合着你们的规矩就是，怀孕了女生就是累赘。 你们既是员工，也是女人，有朝一日你们也会怀孕生子，到时候公司、员工把你们也当累赘。叶小白现在回来，努力的想和其他人一样工作，恰恰就是在为女性正义。你们不帮忙也就罢了，能不能麻烦闭上嘴，让一下就到了。 叶小白，我是先把你当朋友的，可你呢？恋爱、结婚、怀孕，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告诉我，更何况是跟管一鹤，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呀？你真是让Mary焦头烂额。Mary 姐真的很生气吗？你觉得呢？你让她在崔总面前丢尽了脸。 他现在日子很不好过，你以为你今天那么说了，你们那个月球一笔勾销了吗？何况管一鹤可是他前男友，不至于吧 ？Mary 姐和管一鹤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多少年都一样。你想想看啊，毕竟他们相爱过，心里怎么说都有些膈应的。虽然我也理解你，可你影响的是整个团队，所以你也别怪 Mary， 你也不要怪大家对你有看法，大家。 无论如何，我都要留在丰盛。我没有违法，我也很理解大家的感受，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我。我也不想连累你，再连累王月月。那以后，我们在公司就保持距离吧。你是没有违法，但你坏了规矩。 早知道你跟管一鹤要闹出这么大一出，我就劝你跟那个湖南土豪好得了。不过你放心吧，虽然你的情况很艰难，但是我也会找机会去帮你的。你也不要太过焦虑，孩子才是大事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湖南土豪，一直就只有一个管一鹤。看我，你会一飞冲天的。 谁瞎不瞎？<笑>好了，以后呢，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尽管偷偷告诉我，好吗？走了。谢谢。哒哒哒滴哒，看手。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看手。哎哎哎，老贾。 我觉得这，你说这个动作，你直接接这个动作会不会很舒服一点啊？我试试啊，跟我来，预备，起，哒哒哒滴哒，看手，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哎，我还打不了呢，就这样吧，来，往下来接，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再来一遍啊，哒哒哒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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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说妹妹，你怎么了？ 练练练练练，你们练，还不是为小白的事儿啊？这又上班去了，我拦都拦不住他，我又不能跟着他去。哎呀，就在家里边就剩个担惊受怕了。你儿子不是公司的高管吗？老公赚那么多钱，媳妇在外面日晒雨淋的，还怀个孕，可不是嘛？那早出晚归的，干嘛把自己搞那么辛苦呀？现在怀孕了，好好的在家养着，又不是没条件。 年轻人太好强，咱们过来人啊，可不能不管，那得多提点他，让他们少走弯路，不会享福。没错。
我这当妈的还真得找一个机会好好的说道说道他们。哎，你们全家商量好了在哪儿生孩子吗？哎呦，你说起这事儿啊，我心里那就不踏实。小白他找的还是一个专攻妇产科的医院。嗯，那其他的科室的那些医生，他是巡诊，他不坐诊，那有事还得那个预约他们。你说那些综合医院吧，他那妇产好的医院多的是啊，就光我知道的那个叫什么北大的深圳医院，还有人民医院，那不都挺好的吗？你说干嘛非要找一个只有妇产的医院，而且还是私立的？嗯。我先不跟你聊了，我回去给他转院去。哎，我支持你。哎，这次不行也得行，走了，拜拜。曼仔，过来看一下这个。哦，这个，这个我核对过。哦，有事要定。 Michael， 你们到咖啡厅了吗？我马上到。你怎么还在？才7点，我大着肚子就不要加班了，以后到点下班，早点回家吧。对，下班了。咋了？这一脑门子官司，谁惹你了？我被叶小白传染了。啊？小白怎么生病了？没有。你上车吧，回来再细说。我请你撸串去吧，我觉得我得喝酒。啊，行，正好我也饿。那你拿着听垫着。吃吗？我待会儿你先吃，刚才都吃了。为啥呀？不让你姐在公司被孤立？是我俩，就要看怎么看了嘛。其实底下的人跟他有什么仇什么怨啊，还不都看上面的意思。上面领导不高兴了，自然大家也就不敢说话了。不过你下手不错。不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啊，难道就因为我和小白是亲姐妹，这事儿就跟我有关了？好不容易才跟曼森那个马屁精一起入了职，我是凭本事，又不是凭跟叶小白的关系进的风声，真是倒霉。想当初他还不想认我呢。不过现在想想，他也是对的。如果一开始我就装作不认识他，也不会被他牵连。不是你这么一说，那不等于，那不等于你俩还认错了，你还影响你了。对，现在公司啊。估计觉得我和管英鹤还有叶小白是一丘之貉，一起欺瞒了公司。不过我也无所谓了，毕竟管英鹤辞职对风声来说是个大损失。哎，这个时候你可得坚决支持你姐啊！哎，一码归一码，在感情上我绝对支持我姐，可是在理智上，也就是工作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机会。什
么机会？升职的机会啊！本来呢 ，Mary 那儿是有一个升职指标的，是要给叶小白的，现在不可能了，我想要。他们现在啊，基本上就等着叶小白受不了主动辞职，反正呢，就是变着法儿的想把他挤出去。不是你得想辙，你得想辙帮你姐呀。我帮，我怎么帮啊？这深究起来，公司啥也没做。啊，你看，不给一个孕妇工作，不让她加班，允许她晚到早退，还按时给她发工资呢，这有错吗？哎，爸，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本来自从 Manson 进了高山组之后，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我姐。那你看呢？现在就算是条再大的鱼，没有水它也翻不动啊！这一生完孩子，一休产假，职业生涯就彻底完了。我在丰盛的职场奋斗之路，就只能靠我自己走。算了，我还是靠自己好好努力，升职加薪。你反正怎么听，你都像要趁你姐之危。不靠你可别的啊，姐妹同心，其利断金。我这怎么能叫趁人之危啊？我这不是抓住机会吗？跟你说不清楚，这工作是工作，亲情是亲情。丰盛啊，就是有太多你这种分不清利害关系的人，才害得我也受气。反正叶小白这位置，他不要，我就坐定了。少喝两口吧。我没有喝多少啊。你瞧你干嘛不喝两口？哎，所以说公司的事情你不懂。你就别操心了，嗯，就等着你的小女儿升职加薪吧。妈，啊，回来啦！嗯，今天回来挺早的啊，赶紧洗手吃饭吧。哦，我就说嘛，这个人是活的，工作是死的。这时间呢，就像是海绵里的水一样，你呀，要必须用使劲的挤。我们那个小白就是听妈的话，你这么混一混，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啊？那再大的领导，他不也得吃饭吧，也得睡觉，不是？来，谢谢妈。是啊，他们是不能把我怎么样。好了，都齐了，我们吃饭吧。一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来电话说，他晚上有应酬。这些菜啊，都是给你专门做的。你看看，这是猪肉，这是鱼，这是卤菜，这是鸡，这是虾。对了，我没放多少盐，听你妈妈说你爱吃清淡的。这，清淡啊。是啊，你看看，还有这个菜里面，你看妈放了一点那小小的那个青菜，你看多好看呀！这是鱼，哦对，这是卤菜。哦，对了，你明天请个假，跟妈到那个妇幼去见个档。妇幼，我今天托了好多人才找到的那大夫，把你的情况说了。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什么都不懂。那外国人生孩子啊，他都是在水里生，那多凉啊！我们中国啊，他自古他都是在床上生孩子，他不一样的，啊，他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从小是吃牛奶面包，我们是喝稀粥的，那是没不能比。外国的医院怎么能坐中国的月子呢？哎呀，妈，私立医院的医生和设施都是一流的。何况我跟一鹤都已经商量好了，就在私立医院生。什么商量好的呀？贾阿姨认识吧？她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她就有一个亲戚，就是在私立医院生的。你知道最后怎么着吗？出大事儿了，她差点孩子和那个大人一起赔进去了。不能吧？哎，但我跟一鹤都已经商量好了，定好了，定好了，你们都定好了，让妈干嘛呀？你怀孕了，妈让你在家好好的休息，你不肯，非要早出晚归的去上班，你知道吗？你一出这个门啊，我的心就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把我大孙子给磕了碰了的。
现在你们要去什么莫名其妙的私立医院生孩子？你们想气死我呀？哎呀，妈，你就放心吧，真的没事。哎，我有一个同事，她就是怀着孕上班，一直到生孩子那天，最后不也生出来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又健康又漂亮的。小白，上班的事情我已经随着你的性质了啊，这生孩子的事情你必须听我的，明天请假啊，听见没有？妈，不能洗的时间太长了，那容易晕的。要不妈进来给你洗。哦，不用，妈，我快洗好了。小白，妈进来了。哎，妈，我还没出水呢。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把水关了。给擦擦吧。以后啊，到外面撑去。怎么还不接啊？老规矩，今天谁先用手机，谁买单，咱们不醉不归啊。好啊。哎，别着急呀，等我介绍完了咱们再喝。李总，嗯，这位是全民优质偶像丫丫老师，新闻你一定看了啊，我们胜利金服已经成功的与丫丫老师签约了。丫丫老师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这位是我们从国际大公司丰盛挖来的业内精英，管一鹤，管总，管老师。我先干为敬，你们随意。哎，李总，那我得陪你一个呀。哎，二位，李总也是敬你们，要不要赞助一下？来来来来来，来，干！我接个电话。哎，哎，管老师请客啊。没问题，我请。啊，不好意思，我老婆怀孕了，可能有急事。老婆，我在应酬呢，没什么事吧？我妈这么说，肯定有她的考量。你们好好商量好不好？这种孕妇的东西，我也不了解。啊，行，这种小事等我回来再说吧，好吗？很快就回来了。没事，嗯。哎，服务员，这酒是里面点的吗？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包间的账单大概是多少钱？加上这瓶酒，快4200了。这样，麻烦你，帮我跟里面说，这酒没了，就剩啤酒了。拿着。好，我去给你换。好，谢谢。谁呀？我。
来了，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回湖南了吗？怎么还辞职？啊，我是不回湖南啊，但是我也不想这么混着，我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怎么就成混着了？哎呀，干中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得重新学习。你看我买了好多书，不过这些书太难看了，看得我头直疼。不是，是别人对我们中介看法就是工作不稳定，然后穿个西装骑个电动车，动动嘴皮就能拿钱。但还有人说我们黑中介，都瞧不起我们。那当中介怎么了嘛？不是，你哇啦哇啦说什么呢？我没有瞧不起你们中介啊。不是，那你干嘛一说长久之计你就要辞职？当中介只要你能吃点苦，一个月也能赚不少呢呀。哎呀，行吧，算了吧，这跟你个富二代，我说着也没用，你就当我没说。你干嘛那么介意我辞职的事儿啊？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半毛钱都没有瞧不起你的工作。我就觉得你那天在这说的特别对，我不要做个 loser， 所以我想明白我自己到底要干嘛了。你看，我爸，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他，我也不可能让他觉得，哇，我女儿好厉害啊，青出于蓝。索性我管别人怎么想呢，我就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那你想好要干嘛了？吓死我了！你在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咱妈怕我上网，收我手机，断我 WiFi， 我得查个资料。你喝酒了？怎么喝这么多呀？你胃不好。你喝。哎，一鹤，一鹤，慢点！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呀？哎呀，来，一鹤，喝点水，啊，慢点啊。好点了吗？我没醉，你别站着，你别站着，你坐下，坐下。等一下就没事了，我坐会儿，我待会就好了，你歇会儿就好。孩子，你好吗？知不知道，你妈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顿饭4000多块钱，厉不厉害？厉不厉害？知道吗？你爸从来没有这么低三下四过，什么狗屁尊严，还不如一杯酒。一鹤，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啊？流过泪才发觉，这并不是爱你的方式，特别好。真的，老周对我可好了，把整个北方市场都交给我。什么时候开通市场，什么项目都让我负责，厉不厉害？当然，以后还要去火星、月球，去开拓你们新市场。
有难处你跟周胜利说清楚啊。说心里没法说清楚。周胜利把你当什么了？陪酒的吗？你以前可是丰盛的高管啊。我现在就是一个陪酒员，什么鬼高管？来，一鹤，实在不行咱就离开呢，我实在看不得你在那受委屈。没事，挺好。一鹤，哎呀，你起来啊，一鹤，一鹤，哎呀，本来想跟你聊聊的，一鹤，走，进屋睡啊，地上凉，别在这睡了，来。来，起来啊，听话。哎呀，一鹤，妈，妈！哎呀，你看怎么喝这么多呀？你知道我心里真是的，别人给你15倍，你看二十。在丰盛的时候哪需要他陪酒啊？真是的，你说图个什么，非要辞职？一个忙得见了红，一个好好的工作不干，去给别人抬轿子。你这孩子，妈，你先去睡吧，我看着一鹤。睡什么睡呀？你这身体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去，你到我那屋去睡去。妈，我没事的，这有我呢。哎呀，别跟我争，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快去听话。哎呀，这不有妈呢吗？快走快走，啊，到那去好好的睡一觉啊。哎呀，行了，这不有妈呢吗？你还不放心啊？快去，快去，听话啊！平淡的沉重，所以爱。